もしもし、もしもし。大佐閣下、南門はもう無くしました。一体誰がやったんだ。たくさんの品軍が湧き出てきました。どのぐらいだ。2万人以上です。司令部前で来ております。2万？そんなバカな。大佐閣下、北門はまだ手の中です。急がなければもう間に合いません。嫌だ、俺は行かない。お前たち、大佐閣下を支えていけ。やろう。俺は行かない。離せ。城的父老乡亲们，我叫丁成义。昨天我带着五州抗日先遣团攻占了小日本占领的淮阳城，城是攻下来了，可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更严重的事情，小鬼子很快就会进行疯狂的反扑，你们的家乡将会变成最残酷的战场，你们的每一座街道每一座房屋都在所难免。你们有两种选择，要么赶快离开这儿偷亲靠友暂保平安，要么我发给你们枪，发给你们子弹，我丁成愿意跟你们在这儿并肩战斗。在下丁成义，谢谢各位了。现在先让我恭送攻打淮阳城的牺牲战友们。
启灵，启灵，等一下！启程哥，你醒醒！启程哥。你醒醒，启程哥，你醒一醒，启程哥，翠娥，翠娥，团长。启程哥以前九孔都死了，他已经没有亲人了。翠娥，愿意做启程哥最后的亲人，我愿意守他一辈子。团长，让我把这双鞋给启程哥穿上吧。武名軍に遠洋から追い出されるとは、大日本航軍の恥だ。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、将軍閣下。切腹で恥を洗うことをお許しください。将軍閣下、一郎は大佐閣下と共に罪を受け入れます。当たり前だ。帝国の軍人に恥は許されぬ。遠洋の不手際は我々大日本航軍に大きな損失をもたらした。三日で遠洋を奪い返してこい。はい。南戦と北戦の兵力を全員遠洋に出結。遠洋を奪い返してこい。はい。老兄弟在东侧，是。马豪跟我在这边，是。团长，战区长官树电报，我军在北线即将对日军展开合围，希望你部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十个小时，至少到明天天亮。十个小时？战区长官要求我们坚守十个小时，只要坚持下来，北线就会打一个更大的胜仗。大家有信心吗？有。八路军前线指挥部来电，团长。八路军前线指挥部电报，现在南北两线的日军正在大规模地向着淮阳移动，最快的部队可能凌晨到达。这么快？你等一下，他娘的小鬼子不会给咱们十个小时啊！南北两线几倍于我们的鬼子正冲着咱们过来了，大家怕不怕呀？怕！老子想杀鬼子想的都两眼滴血，正愁找不着他们，狗日的送上门来了，打他个狗日的！打打打打打！我知道弟兄们不怕，但是我今天有新的安排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命令取消一营建制。你说什么？我宣布从今天开始，
取消营建制，全员解散。丁成义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鼻子尖着火，鬼子马上就来了，你在这儿跟人说解散？你要解散，老子就他妈的暴动！王大后，听丁团长把话说完。坐下。我四少怀疑有我的道理，我还对泸州卢司令有个交代。可是你们不必，是吧？你们跟司令没有渊源，如果有的话呢，那只是仇恨，对吧？所以我丁成义不会在最后的时候对不起兄弟。你们走。团长，也包括我吗？当然。不，我不走。尊重丁团长的命令，义营就地解散。你没这个权利。所有的红军愿意离开的，现在随时可以离开。我留一手，仅代表我自己，留下来继续战斗。我也留下来。还有我，刘秋，你想撇开老子？老子也算一个，我也算一个，我也算一个。还有我，算我，我也算一个。还有我，算一个，我一个。他娘们想干啥？啊！齐爽刚死，你们红军还想死多少个？还怎么向你们组织交代？怎么向我们组织上交代？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我们不会让齐爽兄弟白白的牺牲。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配合你，把所有抗日战场的事情一一的准备好。老子不需要，你不需要，但他们需要。抗日战士兄弟需要我们。所有红军，从现在开始。我宣布独立作战。我同意，我同意，我同意，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要打咱们一块儿打，咱们大家不是一股绳吗？对不对，刘医生？我宣布今天的第二道命令，弟兄们，拿下了淮阳，我们已经对得起五州的卢司令，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。但是守住淮阳比拿下淮阳不知要艰难多少倍。战斗一打响，你们都听好了，不管谁活下来，都要对得起红军兄弟们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大家准备去吧。是是是。六叔，他们来了。小刘，哎，你立刻去卢头旅长那里，把这封信交给他，让他看在丁成义还有全体同胞的情分上，请他务必支援淮阳。是。彭辉，到。你立刻去红嘴山，那儿有我们的八路军部队，请他们前来支援。是。这一仗，丁团长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。这是一支太好的部队，我刘一手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支部队保存下来，哪怕多留一个活着的。情况紧急，请务必完成任务。放心吧，让我去啊。去吧。
歇会儿吧，喝杯咖啡。真傻，让你走也不走。你才傻，别人都不打，你敢打。你不能死，我们都得活着。对，活着多好啊，活着你就能给我生个大胖小子。说什么呢？咱不生大胖小子，生小子长得像我一样多难看，咱生个闺女。生了闺女，长得比你还漂亮，老子多自豪啊！我天天给他说，哎呀，行了，我给他梳小辫儿。别说了，吃饭吧。行，走。探长。这么晚怎么还没睡啊？雷少，你睡得着吗？你不也没睡吗？哎，来一盘，来呀，走。哎。哎。团长，这个兵我终于还给你了。刘队长，说心里话，我就差这个兵。多好的一盘棋，现在终于完整了。完整了，来吧，红先黑后，老规矩。来，刘队长啊，从我认识你到现在，这盘棋就没下完，不应该。所以呢，无论如何，今天要分出胜负。生死棋呗。生死棋，这也是咱俩最后一盘棋啊。所以呢，我特别想知道你留一手没有。你叫丁成义，所以你要成人成义，而我叫刘一手，不管干什么我都会留下最后一手。是吗？那你说说看。我这两天把日军南北两线攻击的时间和路线已经摸清楚了。这城里边易守难攻，只要能守住还有反击的可能。而城外边我们并不知道日军的兵力到底有多少，所以一定有一场生死搏杀。据我分析，能活下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好，那咱们呢就这盘棋这样，谁赢了谁就守城里，谁输了城外设伏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在这儿吧，别走了。行，哎，团长，你赢了。哼，刘一手，你赢了，你让我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？难道这就是你留的一手啊？我告诉你刘一手，我不可能
把活路留给自己，把死路留给兄弟。团长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乔军，有，马上集合部队，趁天还没亮去长安先锋。是。但是太太必须留着。程毅，这是命令。我看出来了，太太可一直在执行你的指示，但是今天必须听我的，太太必须留下。程毅。留一手，一股绳，一股绳。刘医生，你给我说实话，城里才是死路，对吗？我刚才告诉团长，城里一手难过。其实，敌人的兵力太多，一旦攻进来，根本守不住，城里必死无疑。而城外，虽然也要全力拼杀，但是如果不能强攻，还有撤退的可能。而且我已经写信给我们的大部队，让他们前来支援。我相信天一亮，大部队就会赶到了。把这个交给团长，告诉他，他是我这一生最好的知己。有刘一手能认识他，是我这一生最开心的事。韩将军同志，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。旅长，我是先遣团的兵，任务完成了，我得归队。知道了，你这是去送死。旅长，我是个小人物，如果你这样的人应该活在这个世上，
你说我能撤吗？赶快回阵地听我命令！大家，快回！是。 二班的，跟我下去救人！老林啊，给我走！老林啊，保重啊！保重。
猜呢？我猜肯定有。你的媳妇那账都没有，我的媳妇有毒，不错吧？八个。等我一下。茫茫的征途。
旋的曙色中找到生命。